我们现在在狱警，然后这个只狗受伤很久，也三猪雕。那因为你看一看知道这个就是三猪雕，都见骨了。这个如果没有截肢的话，它就是等死。然后我真的希望。不要再放三猪雕了，好不好？他们真的很可怜哎，终身的，瘫痪，就是变成残废，真的很可怜。拜托大家帮这个孩子分享宠物他的医疗费用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